第三章就要讨论真正要解问题的啊，真正要解跳脱的问题。那首先我们把原要把原先的全面解规则啊，把它简化成这样，跟时间无关的。我们以前是报告是时间部分嘛，那我现在是真正怎样？真正要时间部分。这当然这不是所有情况都可以这样做，有某些特殊情况需要这样做的啊。啊，我们这样讲是跟时间无关的修正规则。我们再把原先的修正规则都把它写下来了啊。啊，这是啊，这是跟那个完整，这是完整的修正规则。啊，这边有时间部分啊。时间的微分啊，这边是空间的微分啊，那是位，然后这是啊完整，这是完整的波函数。在某个特定情况下，在某个特定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把这当做是啊，可以再把它简化。在什么特定的情况下，就当啊，如果位呢不是时间的显函数。这边有些观念我要跟你澄清它啊，如果未能不是时间的显函数，我把它那个真的意思写出来，知道未能描述未能，就是数学数字里头不包含什么样，不包含一，这叫做说不是 T 的显函数。我等一下举个例子让你，我等一下举个例子啊，让你知道到底是什么，知道在讲什么了。我举个例子啊。你们都学过那个减权运动吧？啊，减权运动的位能装饰，动这 k 乘上去也是平方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有没有时间？没有时间，所以它不是怎样，不是 t 的显函数。另外一个例子，它是时间的显函数。我为什么特别这样讲？因为你们知道这边有 S 吗？ S 是随时间在变化。对啊，所以它是时间的函数啊。啊，但是呢，我们这样写的话，就在这式子里头没有包括时间，所以特别讲到没有显的，显就是怎么样？就是说数学式子里确实就这样，确实包括时间的。那是为什么这样用呢？因为我们在做微分的时候，你看我们这边要不要用确认的微分？要不要确认的微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确认微分的话，对这时间有没有作用？没有作用，但是它有影响，你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分是这样的？啊，因为我们这作为确认到数学运算的。这边牵涉到数学，所以我们特别要分这个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解这个微分方式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分成什么样？可以把时间跟位置怎么样的函数可以把它分开来。也就是说，你们所以前所学的分离变式法，啊，所以我们这样讲啊，这样清楚吗？啊，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在这
上墙，你看左边哈，左边牵涉到什么微分？位置的微分，右边牵涉到什么？时间的微分。啊，那我们就可以用分离变数法，都学过吧？啊，用分离变数法来解这个问题。啊，我们把一完整的解看成什么样？空间的解跟什么样？空间和时间的解。啊，这个两个可以分开的啊，就空间的函数跟时间的函数，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这里有 t 就不能这样做了。到这边有问题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怎么样，把这个带进来。是不是这样？那我们这样这个哈，那这等于什么样？好，我们知道这等一个数，等一个数，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定义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知道它是等一个常数，把它等一个常数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写成两个，我们就可以写成两个，所以得到第一个。我们这可以把它并在一起了，把它写成这样子。那另外一个是开除吧，一个是左边这个等于它嘛，一个是这个等于它嘛，这个分成两个。那这是你说你都学过那个混理变数法了啊，这是叫混理变数法，这样子就是这样做的啊。这边还差一个坐标，那我们讲这个问题，讲这个可以特别记的啊。我们可以先解这个比较简单的啦。啊，这告诉我们，首先哈，这是对它微分嘛，对不对哈？所以这个可以拿到哪去的？可以拿到前面去啊。好，所以。那这个可以不搞什么？这个呢，让这一项更好跟这一项怎么样消掉了，所以你可以得到什么？我可以得到 i， 然后这边你可以换成 pt 的啊 ，pt， 然后。那这个你们都会解吧？应该都会解。这什么解的？这得到什么 ？p 等于多少？对，就是函数的 i， 然后 e。啊，别先讲这个，这个相当好。一，然后 i， 是吧？然后这个，我搞不起来哈。这个好，那这等于什么？负的一。I， 好，的 I， 一，我把 I 好放到那个分母分子来，就是说它符号，好，就负的 I， 然后一，然后 C， 然后 C， 是吧？这是时间波动，
觉得它这个时间不合。然后空间部分呢？空间部分我就给水流量。这是空间部，这空间部分就是时间部分。时间部分我们已经有解了。时间部分我们已经有解了。那空间部分，空间部分我们要知道位置以后才有解。好，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以后，我们才能够解出来。知道这个从这一步到这一步应该知道什么？因为 T 可以消 T 消掉了。好，因为这微分没有解，只能到 T 嘛，所以 T 就可以消掉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式子哈，我们有两个式，一个式子就是 P 的函数是等于的，这样对吧？那空间部的函数呢是摆成什么样？摆成这个罗曼式。这个罗曼式叫做什么样？就我们标题。时间无关的怎么样？九根卷根做这个事，跟四九跟时间有没有关系？好，跟你们说叫做跟时间无关的九根卷根，这样会了吗？好，另外一个地方我要提醒你，就你看哈，这个都是这是实数，好，这是实数对的哈，这也是实数，能量当然处理要是实数。所以告诉你怎么样？告诉你这它的解呢？我跟你讲的，过完是必须怎么样？完整的过完是必须报告怎么样？有实数部分就怎么样？有虚数部分。但在这里告诉你说，实数部分的话，对不对？就位置部分啊，就是那个空间的过完数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实数。那故事在哪里呢？故事出现在哪里？在这里。看清楚了。啊，这边是复数，它有实数部分，也有什么，也有虚数部分，所以是在这地方。然后在解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需要重新一件事情，怎样叙述未能？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未能怎么叙述啊？你们知道哈，我们学过很多未能，在电磁学学过，力学学过，对不对哈？那我问你，未能是不是物理量？我所谓物理量能不能测量？未能差可以测量，未能的差是物理量，它是可以测量的。但未能不是，本身不是，因为你加上任何的常数的话，它都怎么样？都可以用的。听清楚吗？那这问题就来了，不能说牵扯到这边来。我们怎样？我们的未能必须要定个零点。好，我们在描述位必须要选择一个顶点，也就是你的基准点。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，我如果选择不一样的顶点的话，我这个后函数会得到后函数跟这个能量会怎么办？会不会一样？相信是吧？好，我们需要澄清这个问题了。我们选择不同的零，选择不同的位置零点，对不对哈？对它的对选对决有什么样的影响？如果影响的话，我们要知道哪个才是对的，才应该怎么样用？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的啊。啊，这是很简单的那个原子跟原子之间哈。原子跟原子间的交互作用的那个位置图了，两个原子之间啊，不是有交互作用吗？那就是它原子间的距离，它们是一种典型的函数是这样子。我零点可以取在这里，我可以取这里做零点，这零点表示什么意思？
比较什么意思？比如说在无限远的地方怎么样？把定我这样举的话，定无限远的地方怎么样做点点？好，这定。好，做定义无限远的地方做点点。啊，我想你们都学过，我也可以定哪里做点点。我可以定哪里做点点。所以我可以定这里做点点。好，那我这边就用微观，谢谢，我用正面色吧。好，那这边呢？这边是 V， 好 ，VS 是你这里做零点 ，V prime 是你这里做零点，这两个之间有哪些差别？能它能差成两数？这两数你从中发现。假设这是微影的，它都是啊，对了，这是差个常数而已。这差个常数，对不对？他说这是你的时候，它就是，哎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那在这里，在这里是那个，在这里对微观来说，它是等于。但对他来说是负的多少？那对他来说就是负的负一点。那我们带进，我们把这行带到那个水平对，在那个跟时间无关的水平对位，我们就变成这样子。那这个其实这边我们现在是低的哈，因为它没有时间参数了。知道意思哈？我这个是两边都加分的，就等号的，这是原先的式子啊，左边跟右边都是加分的，对不对？左边右边我都加分的量，就可以，好，啊，两边都加相同的量的话是相等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然后再把两项，把这个合并起来，就回到这里。那下一步呢？先我把这换成什么？这是不用换的可以看，好，不用换的可以了。所以这边就变成什么？这边变成什么？变 V prime。对，好，正确对，是不是啊？这是微观，是我这写成微观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块钱跟原先一块钱一不一样？一样啊，所以破完数还是怎么样？还是一样的。我觉得破完正底还是底，但能量怎么样？能量要怎么样？蓄了一个怎么样？蓄为主啊，就能量要这里做怎么样？以新的零点做零点。所以能量就不一样，看清楚吗？哦，你的能量，因为能量点点不一样，所以当能量不一样。那破完式还是怎么样？还是相同解啊？这破完式解还是相同，所以有没有影响？没有影响啊，看清楚吗？啊，那没有影响，我们知道没有影响以后的我们的那个我们的位置旋法啊，对冷的点点旋，我们就可以任意选，看清楚吗？啊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选择的话，选择不同的点点的话，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一样。这样清楚吗？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澄清了啊。好，这个问题我们澄清了啊。然后我们下面就开始要解这个问题了，解那个修正就不行的问题。那这就那要怎么解呢？就是要用到怎么样？你所学的 eigenvalue 跟 eigenfunction 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从现在解这个问题啊。我们先把那一些算术简化了啊。好，我们用怎么样？用个 Hamiltonian， 你们在地学都学这个名称吧啊？用个 Hamiltonian 是动能加上位能的，对不对哈？那这是动能部分，这是位能部分，所以我们就是能量算子了。那我们这用来取代这个，所以我们推选就变成这样。好，
的会可能那个跟时间无关的时候，就很快血就变成热的。这样会了吗？那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做到怎么样解决问题啊？那其实我想，我不知道你们现在问题有没有讲到这些的啊？或者你以前都学过那个爱的规律跟爱的法则的问题有没有？没学到，现在学不学？有吗？那我们现在来讲，什么叫爱的规律？什么叫爱的法则？那我先问你们，看你们都学过了啊？那我先问你们，那个四年级同学不要讲。对，什么叫爱的规律？你们不是都学过吗？那我先问你们，什么叫爱的规律？啊？你们都学这名称了啊？爱的规律都学过吗？对不对啊？那我先问你们，他是什么元素？首先，这是两个字合起来的。啊，这是两个字合并起来的哈。爱人什么意思？爱人哈，这德文哈。哦，爱人是德文哈，适当意思哈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它是德文，然后它的意思就是适当的意思。那什么叫适当呢？什么叫适当？就是说哈，这个维护方式，这维我们叫这是维护方式嘛，这是现在维护嘛啊，这它是维护方式嘛。这个维护方式。不是所有一个了解，我叫谁啊？
这样清楚我们在做什么啊？啊，那我们下面就要找怎么样？要用一些特定的例子哈、啊，用特殊的例子，简单的问题啊，我们用简单的问题来怎么样来解决问题？来把它代换为你的这个代换化什么造成？那我这里以后我这一二三四嘛啊，一二三四以后就用一个整数变来表示了。好，那比如说三，我表示 n 等于三，那四表示 n 等于四，所以我们这个 equation 就可以这样写了。相信我吗？啊，就是说当一。A 等于1的时候，就是这个解值。A 等于1的时候，最怎么样？能量最小那个解。那它对应的后函数，对应的后函数叫 U 或 U 一。啊，然后这样写 N， 这样清楚知道什么意思了没有？那其他能量是没有解的。我再讲一次，其他能量1的话，就它这微观是没有解的。将清楚，这时候就 I 跟 V 的跟 I 放什么样？然后这些解哈、啊，你在学那个，我不晓得你在学线性代数怎么学到的啊？这些解哈、啊，就是说这些函数的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，就是这些解从第一个正量一直到无限大，对不对哈、啊？然后通常这是在那个能量小一点，在说一小一点的话啊，这是不连续的。如果能量大一点的话，这就变成连续的。那这整体构成一个完整，叫完整集合的。我不晓得你这个观念，你学了多少啊？啊，就说 I 跟 V 有两，可以分成两种啊，一种什么叫连续的，叫不连续的啊。啊，就是说九个电解没有解哈，分成连续的、不连续的。啊，那分成两种啊，一种是连续的，一种是不连续的。那我刚刚写的是不连续的，啊，不连续你可以用不连续你可以用一二三四这样来表示的。啊，那我把那个整体写下来哈。这过程完整结合，好，这些函数过程完整结合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。以后我们在学量子物理啊，你必须要有这个观念，你才能很多，你才看得，才能够听得懂或者看得懂，这完整结合。那通常一个体系哈、啊，一个体系它的所有波函、所有 i 分方程哈，都构成完整集合。那我等一下，或者我先问你们哈、啊，你们学过这个名词没有？有没有学过啊？其实是在应试应该有讲到的啊。所谓完整集合、啊，就是说，在一个空间里头，定义在相同空间里头。任何的函数，正极函数啊，都可以展开成完整集合什么的线性的。其实你们都学过，只是你们怎么样，我不晓得。在学这些时候，常一个是课本上面偶尔老师有跟你教的，其实你们都学过了。傅立叶转换就是一个例子。我们来看傅立叶转换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是傅立叶转换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看傅立叶转换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在学傅立叶转换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呢是什么样函数？正极函数都可以。啊，这正极函数都可以这样转换。
那这积分是什么意思？积分就是相加的意思，就是所有把所有 case 的，把所有 case 的怎么样，的 total 怎么样，把它加起来，听清楚吧？那这是告诉我什么意思？告诉我这个。函数是个完整集合，那这个呢？这是什么？展开系数。这个展开系数没有？就是我们把一个函数哈，把它看成是很多这种坡哈，很多这种函数加起来的，它前面这是它前面的系数。听清楚没有？就是把所有 k 值哈，把所有 k 的函 k 的这个函数怎么样，全部加进去。你们学微积分知道，就是积分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把所有加起来意思。哦，积分就是相加的意思了。把所有 k 的贡献都怎么样？全部加起来，这是积分的意思。听清楚吗？所以这个函这个积分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把所有这种函数乘上一个系数。乘上它所对应的系数，把它怎么样？把它全部加起来。那我刚刚不是特别跟你讲，这个函数都可以这样做。这是不是哈？在学那个傅园转换的时候，这个函数都可以这样做。假如说它是一个怎么样？它是完整集合。也就是换成这个函数，可以把它看作是所有这种函数的怎么样的线性。这是什么叫线性的知道哈？线性的就是这个函数乘上的系数，然后从这全部把它加起来，这不知道吗？所以这积分就搞这一次，要听什么？但这是连续的，所以要积分的。若变成不连续，要变什么？变散列选，要会了吗？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分成一样，也分成一个，一个是连续的，一个不连续的。所以不连续要变成要怎么用积分？不连续的怎么样？用散列选。相信那它也是扩成一个完整集合，这样这发现清楚了没有？那我再跟你强调哈，这是一个非常在量子物理哈非常重要的观点，就是说以后我们在推导很多公式的时候都要用到这里，好，都要用到这正一函数都会展开成怎么样完整集合什么的线性和，我们也会常常用到哈，我再讲一次哈，以后我们要用观点说正和函数都会展开成完整集合什么。的线性和，所以完整集合是什么样的集合？有很多种。那就是一个很凑巧，就是说，一个海普通人，他的所有解，他的爱立方解刚好怎么样，构成完整集合。好，那我们底下，我们后面会举一些例子的哈，一些例子来把这爱立方解跟爱因斯坦爱因方程，然后它有特殊的特性，我们都怎么样，我们都可以讲啊，也就是包括爱因斯坦的意义、物理意义。好，那你们书上就有这个公式的，你书上是有这用完整集合展开的，我把它写下来啊。这是那个一个完整集合的观点，叫完整集合，叫正和函数，正和函数，我再强调一下，正和函数、未知函数都可以怎么样展开成它，这是爱因斯坦学。我写在这里嘛，就是这不连续的爱因斯坦学，这是连续的啊，所以不连续的我们用散列选，连续的我们用怎么样？用积分符号，这样会了吗？这是展开系数，这也是展开系数。还有没有前面啊？好，那我们这边就要用到了，我们这。
这边看我这边写，这是跟时间有关的啊。那如果要跟时间有关，该怎么做呢？我们要复习一下我刚刚讲的意思啊。不要忘了，这个呢跟这个是对应的，这两个是要相等的，相信什么？那我们再来看第一个 n 等于 n 等于的后来就我们知道 un 啊，那时间空过完去了，空间不对称。好，这第一个，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。来继续的，我们原先写的完整的括号是这样，空间部分加上时间团队结构，空间部分乘上这边乘上时间部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才推导出这个数字出来。那不要忘了，这一跟这一是怎么样？是相等的，相信什么？这两个一是相同的，所以我们要写的完整括号式的话，这一要从这边是空。一万对不对哈？所以它能一万在这里，这能对它正能量，对了，一万在这里，所以 n 等于一的时候，这边也要带怎么样？也要带一万。好，这点你们以前学长都弄错掉，常常我从我经验哈，你们以前学长都常常会弄错掉啊。要记住哈，你要记住哈，这一万是对应它的怎么样？对应它 I 的位置。所以从这里来，听清楚吗？好，那第二个，好，以此类推的啊。它的随时间变化，它运动，就它随时间变化都怎么样，都独立的。我举个，就我举个简单例，假设在 T 等于零时刻，只要在 T 等于零时刻，对不对啊？我的括号是这样，应该写三个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在 T 等于零时刻，在 T 等于零时刻。它是由两个，第一个 item function 跟第二个 item function 所组成的。也就是说，在零 T 零是有两种状态，一个状态是第一个状态就静态，就最低能量状态；另一个是什么？第三个状态，在 T 零是这样。然后随后呢？然后我要知道就是说。在其他时刻，我的波函数会做什么？会变成什么样？我再讲一次哈，在 T 等于时刻的时候，我知道它是由第一个 item 方程跟第二个 item、第三个 item 所组成的。那它前面的系数跟它的二分之一跟它的二分之一，这样就归一化了。我这两个系数是归一化的啊。这是在 T 等于时刻的，然后我要知道在其他时刻。我的波函数会做什么样的变化？你怎么做？我先问你，看你们猜了，但我们还没你们还没学嘛啊，我问你猜该怎么做？对，它会做什么样的变化？
先把这个式子改成什么样子啊？这是可以写成这样子，好，没错啊，这可以写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下一步呢？怎么样知道这个？加到这，啊，这加起来要盖多加，这是把这换成 t 而已啊。把这个名称引在这，把它看成 T， 这是这里随时在变化。这个高什么意思呢？告诉你说，这个状态变化跟这个状态变化，对吧？这个状态变化跟这个状态变化是无关独立的，看清楚吗？好，这个状态变化，对吧？这个变化跟这个变化时间变化是跟是独立的，它不会混在一起。啊，所以我主要把这里看成什么呀？这系数还是一样的。我再讲一次，这个系数还是一样的，没有变，只是说这个换成什么，换成它的时间函数，相对吗？好，那我们把这个函数盖进来做一下，以前我在你们学校在考这题目的时候啊，看着他们把这弄错掉。好像把这写成一啊，这是一个，这写成，他这是这样写的，看清楚吗？这样是不对的，啊，看不看这样写啊？我告诉你，他怎么做的啊？他是这样做啊，把它写到，他们是这样做，这样是错的啊。啊，听清楚吗？啊，我要提醒你一次，提醒你说，这一跟这一，这一跟这一是相等的，要相同的，听清楚吗？啊，那我从里面考试的你学长上这边判题不会有错，不会判错掉。那下一步哈，我们来讨论一下 Eigen function 到底是什么样的物理，它具有什么样的物理啊？来比较，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。啊，这跟我刚用的式子是有关的啊。来看 Eigen， 好，那我们你们先复习一下什么叫 Eigen function， 它有什么样特性跟物理？就是我举个例子哈，比如在某，我知道如果在某一个时刻，对不对哈？在某时刻，这个粒子呢，它是在 n 等于一的状态，这在基态。我基态太重要。我先问你哈，如果某个粒子哈，它在某个时刻，我知道它是在六的状态 ，n 等于二的状态。
套加上你的对 T 等于十秒钟的时候，这地址变成什么状态？这地址不会等，这地址会在什么样的状态？好，我再讲一次，在 T 等于时刻，我知道它是在第二状态。那我再问你，问你说，在 T 等于十秒钟的时候，它是在什么样的状态？你的同学知道还是没有把握吧？新手才刚刚讲过而已，还是在第二状态嘛？一个经过十秒以后啊，它是什么状态啊？它是降血吗？我刚刚说这是降血是吗？清楚没有？也就是它不会维持原先的状态。